Hello， 大家好，我是 Bebe。咁最近咧就有啲观众咧就喺 IG 度 message 我啦，佢就话：喂 ，Bebe， 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有关于 FIRE 族投资理财嘅一啲入门嘅知识啊？因为有时咧，可能我自己已经做咗 FIRE 族太耐啦，我已经 assume 咗咧，大家都知道一啲咧 FIRE 族嘅基本嘅知识同埋概念啊。咁所以变相咧，我喺讲节目嘅时候咧，就好多时我唔知道一啲即系可能比较简单啲嘅概念咧，都可能要做一集节目去讲啦。咁所以咧，嚟紧个节目咧，都可能会多翻少少咧一啲 FIRE 族最基本嘅一啲概念啦。咁无论你而家已经开始咗 FIRE 啦，定还是咧你都即系可能准备紧啦，准备紧加入呢个行列啦，咁都唔紧要嘅。当中如果有啲概念你已经知道嘅，咁可能咧可以当加强翻个记忆啦。咁甚至系咧，可能当中咧有啲概念咧都未听过，都唔出奇噶。咁而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是，如果我嘅本钱唔多啦，净系得少少钱，应该去点样去开始投资呢？不知咧，大家有冇听过坊间一个讲法啦？咁就系讲到咧，就系话如果你而家系年轻啦，可能譬如系25岁以下嘅，咁变相你个本就少啦嘛，系咪？咁你本少咧，你就唔好搞啲咩 ETF 啦，你就咧一嘢咁样就买落去一个可能有机会回报好大嘅一个投资标的啦，例如系可能加密货币啊咁样。咁当然啦，各人有各人嘅取态嘅。咁但係如果你问我嘅话呢，我就唔 buy 呢个做法嘅。点解我唔 buy 呢个做法呢？就係、是、第一，呢个係有关于投资心态嘅问题。因为如果你想象一下啦，当你年轻嘅时候你咁样做，而你真係好好彩可以喺短时间内将呢笔钱滚大几倍啦，甚至可能10倍嘅时候呢，这一场的胜利呢，我都差不多够胆讲句是会非常影响到你以后对于投资的一个看法和心态。因为这个行为呢，绝对不是一个投资的动作，是一个赌徒的动作来的。又要攞返嗰句说话出嚟讲啦，就係、是、你永远赚唔到呢你认知以外嘅钱嘅。咁所以靠运气赢得返嚟嘅钱呢，好多时呢我哋都会因为自己一啲嘅错嘅理财观念啦而输返出去嘅。就好似嗰啲呢无啦啦中咗6合彩嘅人啦，可能佢嘅一生呢係更加老赌嘅。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如果一个人跟你讲话、哎、你趁后生不如你 all in 在这件事上啦。好多时讲这句说话的人呢，他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呢幸存者啦。即是他用这个方法他真的呢曾经获得一笔的财富啦。咁但係啦，呢一个幸存者偏差嘅问题呢，我哋就要留意返啦。因为人哋咁好彩唔代表你都会咁好彩㗎。当投资嘅潜在回报越大嘅时候呢，佢嘅潜在嘅风险呢亦都係一样会咁大啦。咁所以立返去一开始嘅主题啦，就係、是、如果你得好少钱嘅时候应该点样投资呢？如果喺 Bebe 我自己嘅角度嚟讲嘅话呢，我都係会遵从返呢一个 FIRE 族嘅理财观念啦，就係、是、好老土地呢，好沉闷地呢，就係、是、努力储钱，尽量降低呢你个支出嘅比例。无论你是钱多定是钱少都好啦，你可以呢每个月定期定额咁去 DCA 大盘嘅 ETF 啦。如果你真係每个月剩低嘅钱比较少，而你每次交易要收手续费又或者俾啲佣金嘅话呢，咁我建议呢就可能3个月先买一次啦，又或者半年呢先储到一笔钱直接呢去买一次大盘嘅 ETF 㗎。而揀大盤 ETF 嘅原因呢，亦都係因为佢哋個管理费呢係好低呀。而管理费低呢係非常非常非常重要㗎。因为如果我哋作为花牙族呢，我哋係预期我哋嘅投资呢会擺喺個 market 度可能以几十年计㗎。一个管理费可能 let's say 係 0.5% 嘅基金啦，对比起一个呢管理费可能係 1% 嘅基金啦，你喺几十年后嘅投资回报呢可以是差30-40%以上的。
所以啦，点解一直咧都强调系拣指数型嘅基金、大本嘅 ETF 咧，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因为大本嘅 ETF 咧系属于一啲被动型嘅 ETF 啊，唔系属于一啲咧要好多人手嘅操作啦，一啲主动型嘅基金啊。咁所以啦，佢哋嘅管理费咧可以就压到最低噶。另外啦，有一个投资啦，就是我都成日去同大家讲噶啦，就是尤其是如果你个本金未系好大嘅时候，趁年轻嘅时候咧，睇多啲书，投资喺你自己身上啦。比起我咧一开始 fire 族嘅时候咧，其实我 kind of 咧系好庆幸自己系当初咧，即系一开始嘅时候仲系生于一个咧 social media 未系好盛行嘅年代。十几年前我读大学嘅时候咧，当时大家最多咧都系玩下 Facebook， 但系嗰阵 YouTube 咧都仲未系叫做好盛行啦，咁所以就冇咁多人啊，可能系用一个投机嘅方式去叫你买边只股票啊，有啲咩 tips 啊，等等，系冇咁容易咧可以接触到咧唔同嘅投机嘅资讯嘅，咁令到我咧当初一开始接触投资啦，又或者接触 FIRE 嘅时候咧，我用嘅方法咧就系睇书，而我而家谂翻转头咧，亦都系好庆幸我当时第一下接触投资嘅方法咧就系睇书啦。而书咧，我到而家都系觉得系一样超级 undervalue 嘅一样嘢啦，因为你俾几十蚊、百几蚊，已经可以啊买到人哋大半世人嘅智慧啦。如果系投资方面嘅话，你已经买到人哋大半世人嘅投资嘅经验、嘅思维、个想法。咁当然啦，睇书入门嘅时候，一开始你都可以揀一啲咧比较出名嘅名著去读啦。所以啦，钱少唔紧要，但系个概念要清晰。我哋而家投资嘅目的系为咗未来嘅理想生活而去延迟翻当下我哋嘅享乐啦，又或者消费啦。唔好理钱多定钱少，继续 DCA 买入大盘嘅 ETF， 之后再继续俾心机工作去增加唔同嘅收入来源就可以啦。OK， 今日分享到呢度，之后咧会有更多有关于 FIRE 族基本理财嘅概念分享噶。有兴趣嘅话 ，join 埋 Buy Me a Coffee 做会员，会有更多嘅专属会员资讯。我系 Bebe， 下次再倾，拜拜。